我一到觉得入侵上心就是散开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一入侵散开了，我一到就是这个好处就是这里。我是打东风，哎，有心血，哎，过去地方没有压下去，哎，坚持住啊，那就很难。进去之后，一定要有地方能安下去。不安下去，你说你到时候根本走不下去。 啊，这样子啊，进来以后的时候呢，你不能是这么的，这样子的时候啊，对方不一定听你的。嗯。一定要安下去。嗯。你不安下去以后啊，没有破事，一定要破事。哎，你像这个这方面，他很简单。你看，你这么对，你怎么可以？嗯。对方呢，我让你一拳打过来了嘛。 第一个动作就是破他的事，嗯，我的一句话先破事，哎，这个最要紧要的。哎，你不管搞啥动作，我先叫你破事，嗯，对不对呀？嗯嗯嗯。你想打我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的。嗯，这样就跟对方就受不了。对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 是一下子对方得劲了，回来给我讲，老师这个好用的了，哎，他要让我推，我一下子就下去了。合气道，合气道真的很好用。哎，我们在外面教学啊什么，还有我们的护身导法。啊，你碰到我合气道，你推一推，我一推，你根本推不了，嗯，对不对？给您讲解。 左手用力大，右手控制。嗯。用力是这个左手用力。嗯。哎。哦。哎。哦。就这样。嗯。这个哈。左手用力哦。啊。不是光用手用力啊。是。左手用力最多。 一般来说，好像这两手一块用力，这个力量大一点用的，一定要不要歪。嗯，你得保持重心，不管你怎么抓一下重心，吃力还是重心，不管你怎么抓，一定重心。吸，然后吐。 哦，嗯，哦，加减嘿，加减看见啊。